脑外伤的分类主要根据它的损伤的部位脑组织是否跟外界相通，以及它的时间以及它的损伤程度几个方面的分类。比如说，按照受伤的部位来分的话，可以分为颅的损伤，包括头皮损伤和颅底的损伤、颅骨损伤。第二个就是脑的损伤。那么颅伤也分为头皮、颅骨的损伤，脑伤分为局灶性的和弥漫性的损伤。局灶损伤主要是分为脑震荡、脑挫伤、脑裂伤。弥漫性的损伤主要是弥漫性轴突损伤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脑组织的继发性损伤，包括颅内血肿、硬膜外硬膜下血肿或者脑内的血肿。第二个分类就是按脑组织是否与外界相通，可以分为开放性的颅脑损伤和闭合性的颅脑损伤。开放性的颅脑损伤就是脑组织受伤以后，脑组织暴露或者与外界相通。那么，按照症状出现的时间，可以分为急性、亚急性和慢性。3天以内，我们称急性损伤；3周以后，我们叫慢性损伤；3周和3天之间的，我们叫亚急性损伤。按损伤程度分类，可分为轻型、中型和重型损伤。另外，脑外伤的原因也可分原发性和继发性的损伤。